年前的我呢，以为加速油证是拿来写跑马灯的。你给我换换图片可以吗？啊，对方是用了指令就是拉的嘛，因为要。没想到加速竟然跑了，还跑到高端了，很 Node.js。那四五年前的发现，四五年前不是45年前，四五年前我发现的一个好东西哦，叫做 GWT 的，它可以将 Java 转成 JavaScript 了哦，所以因为我 JavaScript 不熟 ，Java 蛮熟的 ，O 也蛮熟的，所以对我来讲的话，就感觉像被有辐射的蜘蛛咬了一口那种感觉，因为它可以做出很漂亮的画面，画面真的很漂亮，而且可以很快的做出来。然后我就想要找入到公司，因为是在里面做底层的，所以我想要推广给大家用。希望是变成这样子，结果遇到了很大的挫折哦，因为我们公司的 Java 工程师基本上不太会 OO， 所以不会 OO 的 Java 工程师就更多人少。后来我在想说，我该怎么去简化这样的开发流程，让它更顺利哦，所以就想到了积木，积木三岁小孩都会哦，这再不会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哦，所以我就开始想说，怎么用积木的方式去组装，这就是一组一周的由来。那如果只是用积木组装的话，那就太逊了一点。那不是读电子科的，所以当然要加一点东西进去。所以呢，我就从 IC 版这里呢去得到了一些 idea。从 IC 的组装还有几分钟，还有从 IC 的组装呢得到了一些事件的驱动，所以呢我就把它写成式哦，然后最后就把它弄出来了。那接下来做一个 live demo。好，那这个东西呢，我要 demo 的就是我可以直接拖拉进来。然后呢，我可以直接在这里去调整元件，比如说我这两个元件，我让它可以互动的话呢，我只要透过设定它的 ID， 然后呢，我就可以经由它的事件，跟 VB 的感觉很像，直接透过它去设定，哎，这是 VB 的，好，那这样它就可以把它带过去了。那不仅仅这样子，但是我是要说你们是它元件间的可以互动，所以基本上它只要是能带过去的属性都可以设定，包括穿透元件或 disable、visible 都可以，因为我们把元件都把它封装起来，所以这是比较高的地方。那另外呢，像这个范例呢，它主要强调就是组装的概念，所以我可以把它一直兜出自主的元件，然后把它制定起来，这才是它强的地方，所以这像这种 cost cover 的贴纸也在卖1张5块钱。像这样的设定，完全都是直接用 SM 语法搭配一点点加速，我就可以写出来。OK， 好，所以一个积木呢，一个画面呢，看起来好像很复杂，其实它不过是基于元件的组装，那这样就把它组起来了。那这整个开发架构基本上呢，我们最根本的核心是 Open Source 的，就是 ISO engine 本身。我们公司只卖前端的这个工具，那在这里如果讲这个工具的话，可能走不到门口，所以我们不讲工具，不讲 coding 万岁，整个是 open source 的，所以你在不买工具的情况下，你都可以直接写 SM 去产生画面，这是我强调的。好，那还久，最后一张了。Facebook